恁大家请就坐，时间到呀，还一分尔，嗯，袂使让你等伤久。咱这是哈、哦、现场实况转播啦，所以咱一定要准这个时间。伊美国拢在甲咱看，含中国都在甲咱看，吼、哦，所以咱足准时的。后来无咱就过来开始第二句来听，林志祥博士，咱的秘书长又真精彩的演讲啊！啊，我大家请起立。行嘞，请坐。咱的书记讲真精彩，啊，都无听到伊讲精彩。各位同志，各位学员，大家安安，大家好。你唔免拍手啊，啊，未听到你拍手。要讲的以前哦，我先问几个问题，好不好？阿龙吼，不管你怎样，你反正你也要举手就对啦。反正我对还是唔对，你一定要举手。啊，若无举手会巴肚疼去。好啦，你是台湾人举手？台湾人的？啊好，放来。啊是中国人举手？拢无。奇怪呢，我感觉恁吼，恁拢讲白贪呢。啊，不，你证明你台湾人，我看。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来，即马今日来上课，少年要足侪啦。哦，少年来，啊，哦，你的手有一环，手有一环，啊，你嘛，大家拢爱看到讲，啊，你的手有一环无？你是台湾人，要哪证明你是台湾人？啊，你们叫伊，嘿嘿，对，我听，啊，你叫伊爷疼下，啊，妹疼下，互你看就对啦。够人安尼，一定要有一个有哦身份证，你有身份证？你有身份证举手，啊好，啊伊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呢，敢毋是？来，是毋是啊？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有无？哎，啊那毋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你摕一张对毋对？哎，你若摕一张举手，摕一张拢举手，我甲你讲，哎，老师来，我阁甲你讲，等下。明明人就写中华民国，啊！你又讲你台湾，全世界讲奇怪，你台湾人拢永远哦，言迄、那个讲的话哦，咱国实际上拢无共款。我看人你甲你笑是应该呢，讲你台湾人戆啊！啊！你看无，你也未晓读册呢。啊！中华民国你也要读嘛？啊！中华民国中国啊，中国人啊！啊！你讲你要证明台湾人，你没有办法证明。啊！我甲你讲。你的面拢乌的，你知唔知？你唔知吼？你的面是白的还是黄的举手？你的面是乌的举手？哎，无你是最壮啦！黄的也唔是，啊白也唔是，黄的嘛对唔对？人讲黄种人嘛，黄的举手。啊，手啊！我证明讲你是乌的，互你听。你有身份证对唔？这张身份证对唔对？你甲冰倒冰。你一世人，你都唔知影。你若无上这个课，你根本就唔知影讲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内底有甲你做记号。你的身份证甲摕出来看倒边，诶，上面写写才看会到，有一个伊无甲你印的号码，迄个号码你无认真甲看，你看袂到。有的人一世人都唔知影讲预防登记的号码伫顶关，有看无？有看无？啊，迄什么意思？哎，就阿拉伯数字对啊，哎，什么意思？还什么意思？加呢？来，好啦，哎，上课呢？各位，上课呢？啊，看我呢？啊，你看恁的物件，你看咩？
哎，上课呢？啊，有人看几部，看啊无咧？有看无？有无？来，会国语同志啊，好啊啦，好啊啦，看者就好啊啦，看我啦。喂，啊，我刚才看牌，哈哈，变款吗？请看我啦。好了，放下来，放下来。来，你伫今日即刻，你已经知影讲有迄个号码，你举手。好，手牌。无啦，你本来唔知啊。你原来你就知影，事先知影讲，伊有甲你偷登一个号码，你举手。你知道吗？他事先那个号码，你事先知道吗？对，你仔细看呐、啊。啊，你今天以前有看到吗？你无看啦，卖甲骗啦。我甲你讲，各位，是安怎遐中国人，遐流亡的难民，因的号码拢甲你无共款呢？因若去农场去看病时阵，人伊摕身份证。伊个机器一直看，伊就知伊是中国人。干那咱是奴隶，咱是去用占领的人，所以咱伫纳税，伊伫享受。我这拢是证据。来，阿伯咧，毋是安尼尔，搁看我。我头先甲你问个问题，讲你要安怎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对唔对？你有护照对唔对？有护照举手，有护照。好，手捧啊！来，护照出来，护照顶栏写啥？中华民国，这是护照的来呀，第一呀啦。Republic of China， 有无？大卫有写你台湾人啦。啊，佮有国籍呢，佮有国籍呢，有无？中华民国，你有看无？这个台湾这两字啊，我甲你讲，迄是阿扁啊吼，无大无小加这两字话，啊，全予台湾人毁去。啊、来，加油！要啊，你有诈钱无？不管你是啥物款的钱啦，一千块、500块、100块，还是铜板拢无要紧。你凊彩找一个你的钱来底，顶管写啥？中华民国。你免啊证明你是台湾人。各位，你拢敢骗？全世界讲你拢敢骗？你是台湾人？没有证据说你是台湾人，台湾政府那是现在，但是我们现在正正实实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已经出来了。我跟你说、哦、在差不多几个月前，我在台中州啊乌日的演讲，当你也知道我在演讲的时候都会事先会在网顶会说我当时要去演讲，那一天有来两个人，那两个人在演讲的时候举手，他说、喔、林姓，你说的都总对，我昨才为美国倒回来，我去美国的时候，我拿中华民国的护照，是用那个网路签证入去的，但是要入去的时候，在海关，在填表的时候，一天台湾海关改门工，哎，你怎么是台湾人？你不是台湾人啊？因为我是台湾啊。你的护照怎么是 Republic of China？ 我们在台湾弄嘛讲，啊，这就是台湾呢、啊。Republic of China 不是叫台湾呢，叫中华民国呢。啊，也别讲英语啊，啊，全叫华航的翻译来。伊讲他说他是台湾人，可是他拿这个护照。不要入去就对了。阿公，你有没有 ID？ 就是身份证，身份证摕来，阿个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我跟你讲，你含国民都唔是，你含公民都唔是呢。啊，你唔是有读过册讲，满20岁就变做公民，会当去投票有无？啊，你来这写国民身份证，啊，你来当投票，你怎么可以投票？你违法呢？违中华民国的法律呢？所以连续两次把美国的移民局给骗，他跟他说来了，你到小房间来，啊，你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贴出来，里面还有新台币，
啊，这台币上面这个写这个是什么？其实我跟你讲，美国海关知影啦，是超工给你问的啦，得给你刁啦。代表电管下中华民国，发刁两点钟过来。我跟你讲，你若态度较歹吼，伊给你原机遣返。都有一个查某，甲气派啊！我跟你讲，我台湾人啦，我唔是中国人啦。可是你拿不出证据啊！啊，原机遣返哦，机票钱定家己爱出呢。啊，无飞机吼，伊甲送去飞去澳洲的飞机，又搁家己去拍票，八百块美金，搁倒倒转来。啊，伊这两个拢款，伊要理会的时阵哦，海关改讲一句话：你们台湾政府，恁台湾政府已经去创身份证，你也无去申请。嗯，伊讲我都冇听过台湾政府啊，所以等下你要见后生讲，来来来，你电脑较搞，你甲我拍，讲有台湾政府身份证啦，啊，即拍到咱台湾民政府，啊，我伫演讲，啊，入去，我以上讲的拢是100%真正的事情。明仔载你若看到台中市的州长，你会干个问？所以讲。台湾人要证明咱台湾人遮尔啊困难，咱几步啊？所以你啊看，他拄啊总理伫讲什么中华队、民进党，敢真正台湾人的政党？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民进党的台独，这个叫做台湾，台湾决议文内底讲啥？咱叫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各位，咱有主权独立无？您讲无法咧证明呢？下拢袂当讲用嘴讲的呢，这叫做空嘴薄舌，迄无效呢。提出证明来，讲咱毋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敢无法证明？你没有办法呢。三一一日本的海啸迄个时阵啊，美国宣布讲。所谓美国人用飞机甲载来台湾 ，AIT 宣布讲，哦，为明仔开始我要办公啊，我要去接班台湾的中华民国海关，伊伫海关内底设一个关口，唔免经过中华民国，直接来直接登伊那安全出嚟呢。有相片啊，迄、那个甲找看嘛，看伊张相片嘛。你若讲主权独立，是安怎海关 AIT 甲你占，直接予美国人直接入去？直接出去，为什么？各位，咱真真正正爱检讨呢。国民党伫台湾68年的教育，我跟你讲，非常的成功啦，非常成功啦。因为这少年啊，我这无偌久以前，差不多半年前，我甲12个博士生啊，这里，我第一回解问。我来问各位啦，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无？目睭起起再来，拢目睭起起来，卖看别人。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无？有参加，请你举手。无参加，请你举手。无参加，请你举手。哦，手放来，足可怜的，目睭起起无要紧啊。靖国神社，日本的靖国神社。39,100名的台湾军人的英灵啊，放伫遐啦，遐伫哭啊啦。阮迄当阵39,100个替台湾去战争去死，啊死了，日本政府甲我放伫靖国神社，啊你无参加战争，啊袂死过，伊死过啊。过来。台湾人敢有伫中华民国的忠烈祠内底，放伫内底去后拜，有无？无呢，未超过100个。是安怎台？哦，你有看？你有看无？奇怪呢，阿督啊，的官员啊，竟然住宅伫台湾的出入境海口的迄个关卡呢？啊，你咪讲主权独立吗？啊，你主权独立呢？海关放给人，足侪现象，台湾人无拢无咧研究，足侪现象，台湾人拢咧困。所以头拄我甲你讲，是安怎台湾人死以后，放伫日本的靖国神社，
台湾人死以后无藏伫种迄个中烈祠，你若搁较巧诶，你进一步你想你就知影，因为台湾人是日本人啦，日本帝国诶人啦，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啦，所以你死是应该死诶，请你诶身份证发互你时阵，就甲你做记号啊。所以我讲恁大家面哦，伫伊中国人看，咱诶面拢乌诶啦，美国诶黑奴啦。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黑奴呢。今日咱台湾民政府就是为咱台湾，是不是要去当奴隶的战争呢？你唔通讲战争了以后，你讲啊，我着做奴隶，做欢喜啊。敢那秘书迄当阵，黑人去哦，林肯啊解放以后，遐黑人咧怪啥？怪林肯呢？啊，我本来就迄个牛头好长啊困啊，啊，你一个甲解放，啊，我变做无伊好大。台湾人啊，台湾人啊，咱是一个最上，当年长久以来拢唔知啊。我阁甲你讲，因为少年啊遮济，所以我一定爱讲。台湾的历史是叫什么历史？你听我清楚哦。是啊，我头拄仔你讲，我讲足济话，你讲啊奇怪，台湾那个日本帝国的国籍，啊这是安那安那讲的？你捌读过《马关条约》？捌读过《马关条约》？请你举手。马关条约啦，马关条约捌看啊？少年人无读过吗？马关条约没有念过吗？没有念过的请举手。哦，拢有嘛？未记哩啊？好好好，未记哩好。安尼有力量哦，未记哩嘛哦。好，马关条约内底安怎讲？听好，听好，听好，听好。马关条约来讲，伊讲因为清朝战争失败，所以将台湾甲澎湖割让给日本。那安尼钓伊举手，啊！你搁听我讲一摆，搁讲讲一摆。伊讲因为清朝甲日本哦甲午战争啊，清朝失败，所以清朝将台湾甲澎湖割让给日本。你读过是安尼，请你举手。较勇敢的，较勇敢的啦！你读的是安尼啦，我读的嘛是安尼啦。好，手放下。这句话是胡说八道。你看马关条约。你若敢若看嘛，我若莫甲你说明吼，你全看过，啊全结束。即马台湾遐读国际法的吼，拢是同款啦。看到这啊马关条约嘛，这我捌读过啊，很简单呐、啊。你为头一日甲读个嘛？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合约，各位，什么人甲什么人？皇帝甲皇帝。下面的第二款就是台湾全岛跟所有的附属各岛屿跟澎湖列岛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啊，问题来啊，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一不一样？不一样。日本天皇不是代表日本政府吗？不是吗？不是吗？各位，不一样啊！啊，你说不一样，不能说我说过也不能空嘴巴子啊，提出证明来，好不好？证明给你看好吗？1945年9月2号，日本投降，在这个东京湾签那个投降书的时阵，日本派什么人做代表？伊个日本帝国的外交部部长叫做重光葵，迄重光葵哦，年纪真大，啊，行路拜咧拜咧，来，重光葵，迄个先爱全文给你看。那个什么投降书啊，全文先给你看，啊，来这就全文投降书，投降书的全文，啊，即摆投降书，啊，再来接这个，就这个重光葵，重光葵你有看哈、哦、，behalf of the emperor and Japan， the emperor of Japan， 日本的天皇 ，and 和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各位。崇光会是代表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 and 表示啥？无共嘛，天皇是天皇，政府是政府嘛，啊有清楚无？咱读起爱读个详细啦，咱读一半，台湾人足济拢读一半呢。我就是因为吼读册拢无读一半，所以成绩才遮好啦。啊，你们给他鼓励一下。
所以清朝的皇帝永远割让台湾的周边群岛跟澎湖给日本天皇，这没有问题吧？来，旧金山和平条约，1941年12月7号，一个奇袭珍珠港，12月8号，罗斯福跟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国会向日本天皇宣战。不是总统哦，总统没有权利哦。好，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高尾切一签署投降书。1951年9月8号，51个国家签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总有27条，为第一条开始到27条，里面没有对日本天皇做任何处分，无个处分呢。刚才第一条有讲，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后，日本天皇你对这个日本的国家的代志，将国事啊、国家的代志、国家的事务啊，交给由首相所。也由人民所组织的政府，所以日本现在四个岛有首相啊。因为麦克阿瑟在1945年的时候啊，投降以后的这个12月啊，马上就将日本的宪法给修改，第4条跟第9条给修改。修改一个啊，本来是明治宪法，现在变成和平宪法。你不能说修改两条，这样宪法同样的不一样的，宪法改变就是那个国家不同样的条。所以日本天皇发表，他说、哦、日本人本来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啊，大臣的臣，变成日本的国民、日本天皇的国民。台湾的情形在1945年4月7日，战争还没结束，日本天皇就宣布对台湾这块土地实施明治宪法。你们能看实施明治宪法？在万国公法里面说，一个所在若是的殖民地，宪法实施下去，那个宪法就变成天皇还是那个国家他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人民的地位和他本国里面的地位完全一样，已经日本叫做内地延伸了。所以台湾人在1945年4月7日那天开始，台湾的土地变作日本天皇他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他宣布让台湾人有参政权跟参战权。你就是说全世界国家要叫你去做兵，你才能去做兵呢？你不是那个国家的国民，你不能去当兵呢？现在问题来了，1949年12月，初三，中华民国流亡在台湾的台北，变成流亡政府，但是伊在12月底宣布台湾人头一摆，甲你征兵，叫你做兵。我过来问一个问题：第一，就是世界大战的时阵，1944年末期的时阵，谁轰炸台湾？这个目睭开开，我要看这少年人安怎回答。谁轰炸台湾？日本轰炸台湾的请举手。美国轰炸台湾的请举手。奇怪，你来华骗美斗哈。美国轰炸台湾，但是我跟你讲，我甲12个朴树星哦，7个讲哦，日本轰炸台湾啊。你讲为什么？8年抗战啊。来来来，讲8年抗战。我跟你讲。真的中国有8年抗战吗？有吗？1941年的12月9号，国民政府有当就看到迄个册内底有迄个叫做蒋介石写一白马穿军服，哦，很威严呢，宣布呢对日抗战，号召全国什么兵啊，有啊，有啊，10万青年10万军，有啊，哦，好伟大呢。
同时取消不平等条约，有无？国家伟大。迄阵我囡仔时阵哦，真正吼，我很崇拜他呢。尤其吼，伊伫水底来看迄鱼啊吼，溺水而游，好伟大呢。我甲你讲，我甲老费互你看。伊中华民国伫台湾啊，中兴新村啊，有一个叫做博物馆啊，你入去甲看。中华民国的博物馆，那个历史馆啊，入去，行到底啊吼，我倒边行五十步，你甲看倒边墙上有一张呢，这张实在无准啊。这张吼，我讲过一工啊吼，我要叫因去甲翕相。这张的后边还阁有啦，这吼，这还阁有啦。什么什么行政院长，什么考试院长，什么部长，什么院长，什么院长啦，伊即马甲印安尼尔。来来，你来看，酸碱向日本战争啊宣迄个布告啊，谁布告的？什么人宣布的？什么人布告的？迄啥啥？林森对不对？你来看无？林森向日本宣战呢？蒋介石敢有？蒋介石，你大家拢跟我台拢同款啊？蒋介石有宣战吗？你有我讲啊，蒋介石名标伫后壁啦，后壁是伊的 title 是啥物？行政院长啦、啊，行政院长蒋介石啦、啊，这个臭套头啊、喔，家己宣布讲伊向日本宣战啦、啊，还未见效，伊根本就无资格宣战。阿哥讲，你也看这张啊，国民政府呢是中华民国吗？是不是？伊的宣战以后，日本有给回应吗？没有。日本讲哦、喔，啊，你当阵中国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蒋介石，不是蒋介石啦，林森啦，伫重庆啦。第二个是汪精卫啦，伫南京啦。第三个是毛泽东啦，伫延安啦。啊，日本讲啊。哪个代表中国？虽然日本的教科书一下下，日本进出中国，是不是叫进出？日本搁出来，没有宣战呢、啊？宣战不是遐简单呢、欸。宣战怎啊？我为某一年几月几日几点，我开始全面对哪一个国家宣布战争？中国写啊，他台湾迄拢无写啊，所以严格来讲啊，中华民国跟日本根本没有宣战。严格来讲啦、啊，然后尊讲有宣战啦、啊，吼、哦，尊讲啦、啊，这是用准的哦，嘛唔是你蒋介石宣战的。啊，过来，蒋介石伊讲我废除不平等条约，我跟你讲。我以前戆戆读册，恁即马嘛跟我同款，以前跟我以前同款啦。我嘛是想讲哦，对啊，啊不平等条约当然爱搞废除嘛，对不对？对一家手，对嘛对嘛，拢唔对起啊。建军以后的条约绝对100%都是不平等的。那我讲建军以后搁签平等条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嘛是不平等啊。没有一个条约是平等的啦，但是这没有平等的，你要不要签？你也这样卖签吗？但你若不签，你就灭亡嘛。你不签后，够怕，啊就脱去嘛，消灭。所以所谓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是骗咱台湾人啦、啊，就简单的呢。好，啊，今嘛不爱好一盘，今嘛拢知影对不对？好，那不平等条约可以废除哦。啊，那安尼世界大乱了。在座男男女女有结婚的举手，然后手放下。你跟恁太太还是恁先生结婚啊？你明仔宣布讲哦，你家己用宣布啊，迄结婚证书拢无真诚，会使不？可以吗？会使举手？绝对无可能嘛，对不对？啊，这你知影？啊，这换做国家你就听，你就看无啊。不平等条约事实上不能叫做不平等条约了。你战争以后一个结论，啊，而且搁是无无公平，建树的人爱背建尔，你知不知？啊，你中国清朝建树，
啊，大日本讲啊，你要赔我啊。啊，清朝讲啊，无无钱咩安怎？啊，无钱你挂所在啊。迄当阵的清朝挂两个所在，一个叫我台湾澎湖，啊，第二个伊挂啥？辽东半岛。伫马关条约内底，问题是辽东半岛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呢。伊是辽东半岛叫做奉天呐、啊，奉天就是清朝伊的起源地啦。所以迄当阵的德国、意大利甲苏联出来讲 ，no， 不能割让辽东半岛，迄是咱中国的万国公约的规定，神圣不可分割。所以经过十天。日本天皇叫起工来，后来我行李了，搁签一个叫做南《辽南条约》，将辽东半岛献给中国。但是台湾是叫挂出来，因为台湾啥？因为台湾是殖民地。什么叫殖民地？啊，所以中国人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以前点来讲一句话：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讲这句话无？有的举手，好，好，好，来，来，听好，听好，我来跟你讲，台湾这块土地在清朝的时候，它的地图是什么款的？清朝的时候，台湾的土地，你看，你看不？欸，这不是我画的呢，这不是我画的，这历史性哦。欸，奇怪呢，吼，敢那一个田呢？有啊，有成无？啊，正边无去有啊？啊，中国人跟你讲哦，啊，以前哦，正平沉在海底啦，你相信吗？相信的请举手。当然不相信啊！啊，正平是啥？那无去，高山作业啦。因为台湾以前是清朝，所谓清朝中国，它的拓殖地或者叫做殖民地，啊，伊的拓殖地是干那挖出来这个宝温。有六个屯垦区啦，所以敢是清朝的，敢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你是清朝的，现在一半而已嘛，因为国际法有规定，只有殖民地或者是拓殖地可以割让，割让以后仍然是变成那个接受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拓殖地，但是你就要经过皇民化，经过宪法。你才能变成以正式的土地。有例呢，美国跟西班牙战争，西班牙是1898年跟美国战争，1899年西班牙签署签一个叫做巴黎条约，西班牙将四个所在的岛来割给美国：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和菲律宾，割给美国。因为这四个岛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因为殖民地才可以被割让。啊，因为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有照规矩来。1937年先给咱皇民化，学日本话，学日本衫习惯。啊，伫1945年4月1号宣布。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这个情形和北海道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因为北海道是爱奴族，对，跟日本人无同款，后面嘛是先给皇民化，学日语，然后才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台湾澎湖，在1945年4月1号。虽然战争搁在四国范围结束，但是照万国公约规定，这块土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所以咱拢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臣民。你有惊到无？所以有的人讲，你秘书长，你讲我是日本人，我来美国，来日本啊，甲告日本政府讲，你要给我日本国籍，我甲你保证，你绝对是输，一定告输。为什么？因为现主席的日本和日本帝国是不同的，现在日本是已经和平宪法下面的日本政府，和我们所属的日本帝国下面的
日本地方的国籍是无共款的。啊，所以有人都甲恁电呢，伊讲哦，迄阵人哦，想要等于要甲日本哦帝国哦，会要恢复日本帝国 ？No， 不是这样子。咱是讲，伫国际上的法律，美国是宣判讲咱无国籍吗？伫国际上的法律，咱一定要先等于日本天皇管辖下骹，诶，日本的国籍以后，日本那天皇那派一个总督，一派总督，迄一天开始，我们台湾人的国籍立刻恢复，恢复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自治，家己管家己。咱不是叫做日本国，咱叫做台湾，无国两字尔。台湾是在日本天皇下面的台湾，就是等于日本天皇底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足气面哦，有气，足气面。所以你们人想讲哦，你只读台，我讲你拢读拢足好个啦，拢免做笔记啦，听过就好啊，都听话拢会记咧。我读册甲我读册拢无同款呢，我读册是安尼写到要死，你拢足轻松个呢，你拢头脑足好，我知影。好，你们头脑很好。各位，台湾的地位啊，为什么会这么复杂？过去从来无这款的现象啊。啊，台湾的地位变哪解决？美国讲啊真清楚呢，可能甲台湾人家己解决啊。台湾人四百年来从来没有建立做国家，没有呢。咱当时有国家，我问你咧。咱现主席所使用的国家是叫做啥？中华民国。啊，你也注意听哦。中国国民党你很讨厌，因为有两字叫做中国，对不对？讨厌的请举手。啊，你绝对唔敢无举手的嘛，你绝对举手的。啊，民进党叫啥？中华民国民进党呢？啊，中华民国民进党喜欢的请举手。结果都唔敢举呢。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国啊，所以中华民国民进党叫做啥？中国民进党啊。所以人遐民进党遐高干啊，遐高官拢走去中国，合理，百分之百合理。不合理的是恁家乌白共骂的，恁老早你选伊就是要叫伊去中国的啊，敢毋是吗？无吗？无吗？你叫骂啥？你自己要骂你自己的。台湾人是讲呢。啊，你想哦，咱以前哦，从细汉去皇家反共抗日有无？啊，杀猪拔毛，嘿，佫加一句，反对共产党啊！我请问各位，共产党捌台恁台湾人无？捌来请你手我看麦？无呢？啊，台台湾人是啥？是中国国民党台咱呢？啊，中国国民党嘛是去中国共产党台，啊，即中国国民党台，伊无爱讲伊啊，伊是嘛？拨无你台湾人，互你去甲混。共产党，噶咪是安尼？所以，自从咱这个战争法发现，伫世界公布以后，中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呢。伊改变啦，你可能拢无注意啦。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江泽民，甚至讲以前，邓小平。胡锦涛这段拄啊开始一段，伊讲啥？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位，三年前，伊拢无爱讲这句话啊。因咱发现了嘛，咱去告美国啊嘛。咱告美国以后，美国的学者，甲中国的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一样的。我研究战争法，2006年去告美国。中国2007年开始研究战争法，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跟武汉大学合作，请83个国际法的博士去写战争法，写出来的内容，嘿，和我写的居然一模一样，但是他欠一张了，他欠了一张没有写，台湾没写了，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中国的中央已经足清楚我们台湾的地位，所以有这个战争法，有咱即马下一届物件出来，我将打一个包票给各位，100%中国未侵略台湾，未来打台湾，对不对？
这你爱拍破啊啦！啊，你不是拢惊，拢惊讲互中得要来啊？啊，甲你讲啊，遮清楚啊，绝对袂来啦！啊，会来是甲你吓尔啦！啊，嘛无法度甲你吓伤久啦。最近中国佫改变了呢。最近温家宝讲啥？对于台湾人民有无？啊，以前讲啥？台湾同胞，即嘛是台湾人民。谁人讲台湾同胞甲台湾人民不一样？台湾同胞就是你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啊。台湾人民就是啥？你也可以讲日本人民可以啊，美国人民，伊刚刚甲你讲美国同胞，我讲你就听有啊。所以我们已经脱离中国啊，这欢喜的，免拍手吗？这真正欢喜啊，对不对？啊，你若要靠遐民进党，你死啊！我甲你讲，过来，这真正话足趣味的呢。你若研究嘞吼，我是鼓励这少年啊，爱去研究真正话。你这个台湾这么啊死，你没有武力啊，你没武力，你有武力也没有用，因为这武力吼。你更加精进，无效啦，袂当诶两工啦。但是呢，你用国际法，国际法是世界遐大诶国家、强诶国家因所制作诶。所以你告美国诶时阵，有人讲啊，你讲个个，我就是告美国是安那，因为我无武器啊，我敢有一支笔尔，但我一支笔敢告倒去啊。国家奥巴马爱派人小弟来遮甲我讲两句话。也你们拍手哟！跟我讲的，跟恁讲的拢同款呢。恁在上课是跟恁讲话，伊讲吼，我叫 Roger 啦，Roger 卖个狗啊啦，我哥哥就帮你算计，迄人你别算了，你们的要求都会答应啦。啊，确实，但是这么久以来，68年来吼，有真侪代志，唔是讲伊今日要做，啊明仔就完成，但伊逐渐去做。伊即马做啥物代？你知无？伊即马美国毋着国务院宣布讲啥？第一，中华民国诶后勤司令部取消。后勤司令部取消，这是非常严重诶代志呢。若要战争诶时阵，爱靠啥？后勤啊，无后勤就等于无部队诶。你部队派出去要食饭，啊无饭好食，啊要穿衫无衫好穿。安尼咩啊渐渐，所以我跟你讲啊，我一张直接跟你断联，老早我就断联了，不是恁这届啦。中华民国已经开始宽把火啊，要离开啊。我跟你保证，慢两年近一年，伊就一定离开的。后勤司令部无去啊，同时宪兵嘛无去啊。宪兵无去，但中华民国足夭寿的。伊宪兵宣布解散以后啊，我跟你订一个报纸。两个宪兵在总统府的升旗，超工给你看呀、啊，意思讲啊，还在啊，还在升旗呀、啊，夭寿吼！因为做这个啊，做通检哦，非常细腻，你根本都看不出来。中华民国的部队，迄、那个膏药拢无去啊，拢免打膏药啊，你知不知？什么叫膏药？党徽啦。伊个党徽拢取消去啊呢？知影举手？你知影伊讲党徽取消？啊，唔知影举手？大部分都唔知啦。来，好，你看，这战车啦，这是2012古年啊，汉光演习。你有看无？有啊，叫高油的痕迹啊，高油的痕迹啦，有啊，拢无去啊呢？唔是干那战车尔呢？飞机。军舰拢无遐，啊，过来，因是无，遐部队顶悬迄个用一个青青，啊，为用红啊，毋知啥物意思。但是，现主席伊军号也阁有，伊军号伊会当个，比如讲，我是中华民国的军号啊，哦，我问你中华民国你摕嘛？各位啊，一个国家无国徽，无后勤。无迄个宪兵，我会当甲你讲啊，真正要走啊！五大基金拢总伫破产，一直哦，后者一个迄个花博啊，开几啊百亿，夭寿哦！
你台湾人讲开袂记啊呢？啊，钱拢你出的呢？美国国务院有宣布恐怖组织三个条件：第一，你若准是恐怖组织，你一定不是一个国家。我甲美国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你讲的。美国公开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是国家，有无？有安尼讲有无？你拢有听过嘛？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嘛？第二个，这个组织有武器，宾拉登有武器，所以恐怖组织嘛。啊，你中华民国有武器，台湾人伫出钱，咱拢帮凶呢。你讲我无可以啊？啊，你有缴税金无？哎，我无缴税金。啊，你有迄个你赛车有加油无？四个拢去缴税金，可以呢？你唔能袂记得呢？第三个，在当地征兵，我上解切一点。所以三四年以前的时候，我就跟美国讲，中华民国无权利在台湾征兵啊。所以你们叫是讲，马英九足好心的呢，讲你免去做兵呢。协调会委员啊，检察委员，大家拢骂到要死，讲哇，中国即马愈来愈强，啊，竟然免做兵。美国伫后壁啦，美国讲你做啥物兵？啊！这台湾人都不是你中国人啊！啊！你叫中国人、叫台湾人去做你中国人的兵，岂有此理？所以，中华民国符合三个条件，是标准的恐怖组织。你们拍手呀！啊！这美国讲的呀，不是我讲的呀。美国讲完三个条件呢、啊，啊，不，你让我反驳啊！啊！那既然是恐怖组织，我甲美国讲，歹势吼！你当年1945年，你用军舰去甲伊载来，你也甲伊载走，啊对不对？嗯，啊，恁拢未记得一件代志，啊，钱爱流落来啦！你闽南讲，甲伊载走，含钱都载走去，不可以呢！啊，你放心，美国伫替咱看，彭淮南，你知影无吼？彭淮南本来是啥？中央银行的总裁嘛。昨暗四日，今日个九日有啊？你袂感觉很奇怪吗？你看报纸拢袂感觉奇怪呢？哎，奇怪了，昨暗四日啊，安内今日个九日有啊？你看，足济政治上哦，你拢看无呢？你袂晓看报纸呢？我跟你讲，你拢毋捌字啦，小学没有毕业啦，因为。彭淮南，美国讲你彭淮南爱将迄个外汇存底甲顾好，你袂当互中华民国凊彩甲摕摕去呢？你要离开，你人离开对？我甲你讲哦，合适就好啦。合适的话，人你甲我讲哦，奇怪，恁台湾民众拢点点，我们咱毋是点点，因为中华民国的代志，咱有甲美国讲，那合适我。台湾政府执政的时阵，一定要废掉。啊，即摆已经出足侪钱啊！民进党刚刚付400亿啦，啊，国民党付搁较侪啦。啊，要怎处理？足简单的嘛。迄当阵公文摕摕来，啥物人伫顶边有签字、有付过钱的，拢去扣财产，恁家的财产该没收。啊，若扣了无够，哎，对啦对啦，安尼发言较好啊啦，发言较好。扣了无够。你做迄个人的边的好朋友，拢来哭，安尼好唔？安尼好，安尼好。我即马我不爱讲啦，即马不爱讲啦。我讲啦，转型正义吼，那民政府执政吼，我甲你保证做甲，互你拍手啦。我甲你讲，吼、哦，实在讲吼，我有当实在吼，忍不住要讲啊。但是有当想想，哎，压抑我自己啦。我知影做些代志，但有拢袂当讲啊。足痛苦的，你知咩？都袂使讲呢。好啦，我甲你讲啦吼。咱台湾民政府捌向恁募款无？恁捌募款吼？台湾民政府捌的，请你举手。拢唔捌对嘛？我嘛捌向咱全台湾的人募款呢，一次都没有呢。啊嘛无人交钱给我呢。咱台湾民政府顶遐济报纸。头版呢？有无？你有看过？有看过？举手。
头版的呢，黑龙江的吗？咱台湾民众在华盛顿邮报登半版的呢，黑龙江吗？黑埃及呢？啊，是不得为着来哦。我无讲，黑你讲啊。我袂当讲哦，你讲啊。各位，是安怎要帮忙咱？啊，无爱去帮忙别人，那也无爱去帮忙民进党，那也无爱去帮忙台独的，还是帮忙国民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走对房间呐、啊。咱的法律，甲美国国家伊拢无会讲呢，和美国的司法部的犯罪部门就写批写给我，啊，但是主要是要由美国的国务院。为什么是司法部的犯罪部门来下批给我甲讲？伊讲你国务院有没有按照美国法院的宣布来去帮忙关个？所以是安怎？美国的态度一步一步在咧改变，足侪人看无。所以我告伊讲。即马现主持外口会当甲咱的速度甲几多慢呢？甲咱用啥？用甲咱抹黑的，迄诈骗集团呢？讲咱是诈骗集团，足奇怪！诈骗集团从来没有募款，也从来没有跟你收钱。你讲有啊？我去受训啊，我交六千块。各位，你六千块不是交我台湾民政府呢？你是来遮讲农庄啊？这个农村啊，水月园农场啊？讲大讲食呢，三讲两暗呢，食十顿呢，啊免钱吗？啊，你外口去民宿看卖，爱偌济钱？公道啦，我跟你讲，对不对？拍手。你爱、表示公道嘛，对不对？你爱良心嘛？我去领导食饭爱钱嘛，爱嘛？哎、我来大领导，我跟你讲。无良心的，看困臭，你有听无？你啊，人面皮啊，有逐项拢有呢哈。不，咱是爱讲讲实在话。咱好佳哉，这个游先生吼，游老板主动提所在，这民进党啊，或国民党啊，拢做袂到的啦。全世界，我看敢若游先生安尼做尔啦。伊像伊讲，伊真爱台湾，啊伊安那呢？伊听我演讲呢。伊吼，我以前伫演讲吼，伊拢对伫后壁伫看咧，连续三摆啊，啊来找我咧，哟，我愿意提供一个地方。我坦白讲吼，拄开始我也不相信啦，全世界哪有这种人提供一栋厝，要予恁来做这个上课讲？啊，拄啊，这种房间咧，这种伊家己装潢咧，这地板拢新的咧，当然两年啊啦，啊嘛是要去新的。这种遗传的呢，所以哈、各位，咱台湾政府有一天完成的时候，这个游先生功劳很大了，真的。啊，当然在座各位也有功劳啦，因为恁是四千名诶行政官员的其中一个啦，但恁还阁受高级班呐。所以上初级班的时阵，伫后日早时七点半，向美国政府命令。一人送恁一面国旗，大面的美国国旗。同时呢，特别一个交代，请你唔通用德国，因为台湾人足爱用德国的，唔是德国，唔是旗杆，爱用旗杆，哈、一定爱用旗杆啦。啊，若无旗杆的吼，恁找个买书找我迄个小姐提啦，唔是提爱钱啦。含迄老鹰，迄老鹰是咱的第二届吼创的啦。啊，过来，咱明仔载中昼吼，食饭的时阵吼，你有你牛西装啦，乌色的西装是咱的制服。我今日这书唔是啦，啊，我这书唔是乌色，乌色的西装各位，一条西装两领裤5000块呢，有够香呢。你若去外口，敢若买两领裤，你都要5000啊。啊，布料嘛真好呢。啊，咱含迄个做西装的头家娘拿来受训的，底下。好，大家熟悉一下，我来给大家熟悉一下，不好意思，
所以吼、哦，伊今日来上介好。你明仔牛奶袂介意啊，牛奶无好，你就找伊。啊，不过袂歹啦，常常讲吼，我牛奶吼，我拢穿的都好势，啊，唔免介，大部分拢唔免啦。啊，当然有迄、那个一寡小姐吼，可能较无干，小姐啦，爱水啦。牛奶小较大嘞吼，我都无遐大颗嘞，我牛奶瘦嘞。所以呢，啊，这是明仔吼，明仔中昼。当然你啦，有要阁上高级班的时候，你一定爱做西装啊。啊，查某是一束衫。啊，一领裙，啊，一领长裤，因为咱有真侪机会吼，爱穿咱的制服出来。啊，这个内裤带吼，咱若去日本的时阵，咱的主席拢会送迄个叫做，迄个叫做银白色的，吼、哦，喜事拢吊迄个银白色。啊，那丧事就戴黑色的。日本是安尼，后摆呢，咱台湾民政府也会实施这个样子，大家拢互统一，拢互共款。啊，无吼，一尴尬唔干。为着要甲这个什么内裤带吼，做十步甲你烦恼内裤带，哦啊，女孩子是嘛较简单嘛吼，啊这是有关迄个叫做西装的代志。啊，搁转来咱的法律，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生效的时阵，51个国家其中有两个国家无叫伊来签字，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另外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谁来无叫伊来？因为伊开始流亡啊，伊毋是国家去啊。伊伫1949年12月初3，伊走来台北，所以各位，伊走来台北，你应该听有。所以伊即摆天主是中华民国去外口参加世界组织，伊的名称叫什么 ？Chinese Taipei 对不对？Chinese Taipei， 来，我问你哈 ，Chinese Taipei 叫做中国台北，请举手。中华台北的，请举手。你拢去用骗去，何我骗你？不是叫做中国台北，也不叫做中华台北，叫做 Chinese Exile， 就是流亡 Government 的政府 in 台北。你不相信？少年啊，真简单，你会晓电脑，你甲拍。用看英文呢，拍一个 Chinese Taipei 点落去，一大堆，有一个 Chinese Taipei French London， Beijing London， Korea 上海，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 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你拢讲，你拢呀？台湾人无读英文嘞，敢有？嘿，博士拢读过英文啊？咱个囡仔嘛拢读过英文啊？未晓读个？啊，你看有凄惨嘛无？一破纸就甲你教，千字台北叫做中国台北、中华台北 ？No， 我不过问你 ，WTO 中华人民中华民国用什么名义参加？伊用什么？独立关税领域。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知影举手，唔知影举手。啊好，恁甲李定辉同款啦。李定辉嘛唔知影啦，我公开直接讲啊。李定辉甲我问啊，林先生，啥个叫做独立关税领域？我讲啊，你唔是叫蔡英文去签的吗？去 WTO 签的吗？伊讲蔡英文嘛唔知影咧，啊我唔知影这個名位对来，啊美国给的呢，美国发来呢。我甲你讲，这個、名声伫对呢。当年美国跟墨西哥战争的时阵，美国军队占领了一个都市，一个港口。这个港口的生意人讲：“啊，我税金要交什么人？我要交给美军，还是要交给原来的这个墨西哥的政府？”伊去法院甲告，啊，后尾啊，最高法院宣布，去予从占领的所在叫做独立，叫做关税领域啊，关税领域区啦。今日台湾甲平洋是啥物款呢？是属日本天皇的分离关税领域。金门马祖是属中国，因为流亡的变成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关税领域。这四个地方合起来，伫 WTO 内底叫做独立关税领域了。就是独立关税领域，意思讲台湾平洋这块土地是要阁是占领区了，足清楚的。很清楚，台湾人无几个知啊，
含遐查朴素都无几个知啦。所以各位，你若即个课上完哦，你去外口会当臭屁啊！啊，你来遮有记得无？拍手。你会当你做有记得呢？我无甲你骗呢。你上这一节课哦，我感觉真正你用一世人，你都无爱落读遮济呢。我阁问你一个更加趣味的代志好不好？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啥物？日本天皇的国籍，来，国籍啦，不是国籍啦，国籍啦，国籍啦，那是白色、红色。来，伊日本天皇是日本籍的亚洲，日本国籍，啊是美国国籍的亚洲。哎、欸，啊你无啥意思哈、啊？日本天皇对这国籍用要的嘛爱要。日本国公一拜，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哪里？是日本的，请举手。还用干咩啦？亚洲啦，啊，无亚洲什么意思啦？啊，唔知影亚洲。好，你要知影无？我甲你讲哦，你即马敢若学即句话吼，你去外口会共欺负啊！我甲你讲，日本天皇没有国籍。请问日本为什么日本天皇没有国籍？所谓的国籍的概念就是要效忠于。哪一个国家啦？日本天皇没有效忠的对象，我天皇那就效忠，我就效忠我自己啊。所以日本天皇无国籍，日本天皇的后生查某囝拢无国籍。啊，好，查某囝都爱嫁予人以后，无国籍甲有国籍的结婚才会变成有国籍。安尼有简单无？你今日我这边就搞，我不爱骗。我跟你讲哦，你含日本人，你就等于个 Q。你讲啊，你日本天皇什么国籍？足济嘛唔知啊呢。啊，而且哦，美国唔是宣布讲咱台湾人没有国籍有啊？有啊？我跟你讲诶嘛，他的总理有跟你讲啊，台湾人没有国籍对不对？所以我即摆甲日本人开玩笑，我讲你看到我爱拜，有想爱甲你拜。我甲日本天皇同款啊，我拢无国籍，所以。你捌国际份哦，真趣味呢！还有遮济物件哦，天皇去共电呢，含即卖遐朴素啊，遐朴素拢读起来咧，拢是中华民国的，敢若总理讲中华民国的使啊。所以日本天皇无国籍，咱台湾人即卖还阁是日本帝国的国籍，但是因为日本天皇伫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美内底。伊个权力去suspend，去悬挂起来。即嘛就是讲，爱恢复以后，即个天皇个suspend的迄个物件，佮放落来，伊敢若任命一个总督伫台湾，安就好啊。安尼以后，台湾就会当变作日本天皇个特别行政区啊。啊，即特别行政区基本上比即嘛现主席日本政府较高一级，咱是新民。伊是国民，所以今年的8月15日，靖国神社邀请咱台湾政府和日本的政府来个去参拜靖国神社。我甲提出问题，啥物人要徛头前？有，啊，你个一直烂呢？为什么？啊，日本讲，啊，我日本当然徛头前啊，啊，你是来是人客啊，我歹势哦。恁家是人客，我唔是人客呢，我是新民，日本天皇的新民呢。我们站前面，日本人，无啦，迄内底啦，内殿，内殿哦，甲日本天皇伫拜的所在，咱一定要伫头前啊。日本人要去内殿，袂当去呢。你唔相信？咱已经去年派150个，今年220个，拢入去内殿呢。会啊。当然，咱时间啦，宣布讲吼，开始报名的时阵就爱报啊。啊，咱去年是宣布200个，哇，嗨啦！甲报一个名，讲超过220个，迄几个是美国迄边的代表倒转来啦。咱今年哦、喔，可能我来赶快会宣布超过200个啦，时间再来报名。入面有啦，大家即摆大家拢抢大星，我知影啦，吼、喔，大家拢抢大星啦。你所以呢，恁来过来，恁爱看啥？咱的网站啦，我们的网站。也要电脑的压手，也要电脑的，然后不要电脑的压手，不要电脑的，然后马进，我跟你讲哈，我讲恁今日上课以后哈，本来我是拢替讲叫恁咯，哦，恁怎啊开始注册哦？
啊，大家拢嘛甲我讲好。啊，你若无去注册，腹肚疼好。啊，要注册无买，大家拢举手。啊，时间拢一半尔。你看咱即卖网站来，好看来网站。你看咱即卖有几个人注册吼？咱即卖3000几个哦，注册人偌济？来，注册偌济？甲点咧。来，2016，啊，1000外个胖见你呢。所以我即卖开始我较巧啊，互咱遐工作人员较辛苦咧。就是咱所有的人，我拢替你注册。啊，注册以后，伫要离开以前，我将你的网、你的密码、甲迄个网址哦，你的迄、那个甲你注册号码拢交互你，安尼好冇？啊，你甲伊拍手者。好嘛，无好，你摕着你嘛不要用。你不要用，我紧，你有后生无？啊，有查某囝无？有100块无？叫你后生查某囝讲，我给你100块。你替我甲创嘞，一百啊，10块多啊，有影无影？你无生，恁是有老爸老母啦，你敢讲你无生？恁爸爸妈妈拢有伫咧你后壁呢？你个囝要讨结婚啊啦！来，叶黄，叶黄，伊这个吼，若要注册是安尼吼，迄个电子邮件地址吼，你自己要设计一个烈火嘛，吼。啊了，迄、那个密码吼、哦，我是建议啦，拢用你的手机号码，啊无你会袂记哩啦，啊无你即摆创创啊，你时间过两工讲袂记哩，上好用你的手机号码啦，啊这個、手机啊还爱拍两盖吼，重新建筑密码，上面跟下面拢一样，啊过来，问题来啦，上盖深的问题，1+1=3，三，1+1=多少？但王三。二，啊，够无？啊，等于二的举手，等于二的，好，三的举手，猜谜，啊，是等于王的举手。我跟你讲啦，1+1=2啦，这么简单的问题，讲跟你考对。我每一摆吼，以前拢接到电话拢吼，秘书长，啊，1+1=多少？我要求哦，你是哇，你没有小有没有幼稚园有没有毕业？有啊，啊，你有。问恁后生看1+1=多少？二啦，迄阵设计想要用较简单嘞，吼、哦，互大家拢无问题，我较出来讲，拢有问题啦。你看有害无啦？等于二啦，二啦。哎、啊，知唔知？啊，我即摆吼，我即摆较巧啊，我拢先天天注册，大家拢该注好势好势。啊，你拢有摕到，安尼不要卖个胖见嘞。没，我该注册好啊，我该注册。你吼有迄个密码吼，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可以跟我们谈话。啊，你有问题要问，你两个下去哩。啊，我若有看到，我甲你回答。啊，不是足方便的吗？对不对？这是网络的物件。他在讲到1952年的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个时阵，美国强迫日本。啊，和中华民国签一个台北条约，在1952年的4月28号，4月28号签面日华条约的时阵啊，内底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有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条件，你日本人单独甲别人签的时阵，不能超过那个范围，因为伊这个范围内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你来看卖啊，第二条。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Japan, 这是 Japan 是啥？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放弃，听好啊！你这拢写了足济哦。All right, 英语敢那写唔对哟。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倒一下唔对。All 就是全部，全部的后面要加什么？复数对不对？对不对？啊加 s 嘛，干不是？对不对？安尼无加 s。All right, all 是全部嘛？嗯，啊，恁这样读册拢点点嘞，这少年，我看这种叫少年啊，这种少年啊。All right, 伊无写唔对啦。这个所在是表示日本政府啊，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啦。主权权利，另外一个相对的是啥？主权义务。所以日本并没有放弃台湾哦。啊，而且来看我家，
台湾这个土地实际上的主权是谁的？是日本天皇的。日本天皇才将主权的管辖权来交予政府，啊，叫日本政府你放弃，但是无叫日本政府放弃主权呢。啊，所以原因是对，因为我刚才讲尖阁群岛钓鱼台，钓鱼台最近夏瑞连续讲三摆声明，伊讲啥？你听好清楚哦。尖阁群岛的钓鱼台，钓鱼台的管辖权是归属日本政府，至于钓鱼台的主权立场，美国不表态。国共一拜，钓鱼台的管辖权是属于日本政府，钓鱼台的主权立场，美国政府不表态。管辖权是从日本政府主权，美国不表态。关键在哪？这主权是谁的？日本天皇啦，你若爱台湾嘛，卖爱甲伊关用，凊彩就台湾，台湾。所以，钓鱼台的主权实际上是日本天皇，但是因为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那个权力叫 suspend， 叫吊起来，所以主权的立场美国没有表态，因为还没有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严格讲起来。严格讲起来，钓鱼台因为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啊，去年甲前年捌请我去两届，甲问这个问题。伊讲：林先生，我拢知影你对战争话有研究，啊，这钓鱼台上的，您听好清楚哦。我甲讲，我你唔通听一半。我讲，钓鱼台是属台湾的，但是台湾是属。日本天皇的，爱钓鱼台属啥的？日本天皇的。啊，我是根据对一条来，哪里个看？马关条的，佫等于马关条的。马关条的内底，伊有一个第二条，伊讲吼，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台湾的周边群岛什么意思？台湾的周边群岛讲，台湾这块岛下骹的部分土地连做伙。拢是周边群岛啦，这个周边群岛包括钓鱼台，但是，伫1895年4月17号签马关条约进前1月14号，日本天皇就宣布讲，钓鱼台是没有人的岛屿，所以我宣布钓鱼台尖阁群岛是属于我日本的，日本天皇诶，2月份。清朝出来抗议，讲 no， 自古以来，阮农迄个渔民啊，拢会去迄个钓鱼台去打鱼。但是4月17，日本就投，因为清朝伊就投降去啊。所以签迄个条约时阵啊，有加一个周边群岛，所以日本态度足硬啦，即摆日本态度非常强硬。伊讲，尖阁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日本的土地，伊原因在遮啦。所以钓鱼台会战争无？100%，不是99%，100%不会战争。是安怎讲？因为中国足清楚的嘛。啊，中国的消息有钓鱼台，原因唔是真正钓鱼台，伊的真正的原因是台湾。伊若我都将钓鱼台甲解决，就台湾去解决起啊。但是呢，无可能。有我在的呢，我有告别讲呢，我讲得这么清楚呢，和美国国防部都要来听我的。你知道南海那当阵，希拉那个希拉瑞在讲发表的时候，他要写那个南海的文章啊，那个论述啊，是拜托我去写的。所以他们发表的南海 是由我的手所写成的。南海是谁的？高雄州的啦。1939年的这个三月的时候，3月31日，高雄州啊就已经向全世界 announce， 西沙跟南沙群岛合并叫做新南群岛，那时候已经宣布了。
所以有真侪代志，台湾政府后摆免后摆啦，我相信真紧的时间啦。我们一执政，足侪代志爱解决。南海主要是啥物物件伫争夺石油啦？啊，你知影迄个表面上是即马安尼看这海，但是下骹迄个海下骹，南海迄个所在下骹。有一个全世界上界大的石油的储存伫遐啦，啊，迄、那个石油啊，烫去对钓鱼台、尖阁群岛，啊，钓鱼台迄个石油佫烫去倒，台湾的台南、南海，迄个关电啊，咱只关电，中华民国共挖一空，啊，你毋通看伊空呢，迄、那个油电呢，供应全台湾2%呢，一年。啊！中华民国，美国讲你袂当硬哦，你是占领尔哦，你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迄是后摆人台湾政府的哦。所以咱也执政，咱有讲，所有学生囡仔读幼稚园到大学拢免钱，唔是，这不是空嘴薄钱呢。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政府免抓的，拢送伊一栋楼啊厝，这不是空嘴薄钱呢。咱现在是这41万人的身份证，你若申请身份证，只是干那是41万鸟，台湾有2300万哦，将来是41万的申请身份证的终身健保免费，你就是免费，你免拍手呀。哦，这健保呢，六天啊，艰苦坐过，因为啥呐？因为这41万人叫做啥？不是革命先烈哦，先烈就翘起来嘛。咱叫做革命先行者啦，大先行的啦。你若讲要用革命的吼，去牺牲的吼，迄就变成革命先烈啦。咱无叫你牺牲啊，我无叫你讲你来提刀提枪去甲攻击中华民国，免，比我来赢就好。你甲对你后壁申请身份证安尼尔尔，安尼叫做革命先行者。我嘛足爱坐恁的位置呢。啊，革命先行者有遮侪好康，你今日来遮坐。是你的福气呢，我无甲你骗呢。41万，啊，那40万，奇怪呢，啊，那买30万、50万，啊，想来4000个。你知1945年，陈仪为中国带人来台湾的时阵，来接管台湾，来占领台湾，伊迄阵是公务人员，伊带几个，1000个，所以有真济小学毕业的。无读小学的人来做咱的校长呢？有啊，我相信咱那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啦。我60岁，那这阵这闲啊，有足济啦。我读建中的呢，我建中的英语老师讲的英语我听无呢，唔是讲我听无呢，我讲他们那班无人听有，我真正惊着呢。第一志愿的呢，建中第一志愿的呢，入去，迄头一个课讲，甲你你甲读英文啊，听读他的，大家拢。咱敢那个阿弟听雷的，拢互相看。啊，下课才问讲，你听有无？拢无咧。啊，你听无？我嘛听无咧。哎，咁你讲英文，真正呢？这建中的老师是足差足差足差。刚才遐读迄个什么？迄个古代的迄个中文，迄叫啥？唔是啊，唔是45经啦，迄叫啥？古文什么字啊？底下你拢读这种的呢？你读的历史敢有效？所以我怎啊甲囡仔讲哦，免读中华民国的历史了，你读历史干嘛？你台湾人，我问你，你台湾的民族英雄，你敢讲啥？台湾的民族英雄有啥？你凊彩敢讲啥？你有法度讲无？有无？有无？你们能敢讲？你那讲什么岳飞啦、文天祥啊？我甲伊讲吼，台湾人看落可怜就好啦。啊，你敢知影讲吼？台湾有一样的建设吼，比万里长城吼，搁较有名，搁较长诶。你敢知影？嘉南大郡啊，迄总长度吼，比万里长城搁较长。拢无甲恁讲呢，什么人甲你做诶？八田雨衣啦，日本人呢？今日咱台湾
会遮尼啊丰富，有种遮尼啊物的物件，会当生产遮济，是迄个人的功劳呢？是日本人的功劳呢？叫做八田雨衣呢？不过哈，咱嘛是日本人啦，是咱家己的功劳啦。那你读的书拢无呢？所以你啊，你若讲万里长城，你拢知影。南京、上海，你拢讲会出来。啊，讲到台湾，你拢未，你拢唔知影。其实咱台湾是咱家己住的所在。哦，讲到这，我阁一个代志要甲你创治哈，你目睭起起。听好啊，听好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再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请举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举手。好，放落来。啊，唔对的举手。唔对的举手。好。目睭起金起来。啊，来，我听，我要回答以前，我先跟你讲一个问题。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对的举手。你看，这可见哦，恁拢足自私的心态。你就知影，迄国宾饭店，你要摕国宾饭店的所有权证，你摕袂出来。你台湾的所有权证，你敢摕出来？摕出来无？啊，无你安可以讲有什么权利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即摆你住厝，地价税爱缴的举手，拢有嘛？啊，地价税、房屋税拢爱缴呢？啊，你若爱缴房屋税、爱缴地价税，表示啥？那不是你的呢，那是叫你大而已，你只有管辖权而已。你如果真的有主权，你怎就去交钱？啊，不然我问你，你的车，你如果去开你的车，所有权人是你，你要塞就记在你塞呢，那不是？所以在法律上啊，有很多事情，政治人物啊，很容易你把人骗啊，更加算计，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对，台湾是主权在你国家，对不对？对，你要死啊！我跟你讲，这是咱台湾在要个政治炼狱里底，全世界无像台湾这款的制度呢。国民党去给民进党，民进党一直要选举的原因在倒？你若去当一张票，你爱了偌济钱？你知无？230块呢？啊，你有了230块的举手？呀，你了唔知呢？你真正了唔知呢？你甲当票，迄个人是毋是让摕30块？蔡英文609万票，30块1亿8000万人得了一小小嘞。伊刚要找出来讲，哦，你健保无缴，我甲你缴，无呢？政党一年分50票呢，哎，50块呢，摕4年呢，各位。这个事本来美国不知道，我跟美国说，全世界有这样的选举制度，所以你说民主选举 No， 这个不叫民主选举。你去当票，照道理来说要有走路工，那不是你有坐计程车去投的，没让你走路工，就说几个人看你台湾哪个公道，你有说我有吗？有嘛，真讲呢。我是判你讲爱家己包落。普通我以前细汉我嘛包几下摆就对啦吼，因为我嘛不去算计。我看即马拢足清楚啊。啊，但是你若伫外口，你敢讲卖去当票，你会去用骂死。也甲你讲啥？啊，你无当哦，民进党，难道你要当哦国民党吗？国语。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民众有同款无？一模一样。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嘛，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也是中国嘛，啊，所以连战这边去，顶礼拜去，伊讲16字真言，来，你来看我讲，伊讲安尼对唔对？你看哦，一个中国，对位举手。连战讲一个中国，对位举手。当然嘛，对。一个中国叫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中国嘛？你台湾是台湾嘛？你要跟他切开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台湾民政府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台湾是台湾。你每一摆你就读到内底吼，未清楚说台湾跟中华民国要合作位啦，所以你们才会
觉得害怕，一个中国害怕，我一点都不害怕。美国也一都不害怕，美国一讲一个中国，美国讲几啊摆讲啊，对一个中国的丢。你看哈，1972年的上海公报，上海公报写啥？听清楚啊，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再讲一摆，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美国得知，哎，可那里是得知，听到呢？美国得知，这有什么不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那是什么物件？那是台湾啊！两边的中国人，你拢家己叫是你是中国人啦，因为你是中华民国身份证啦。你若是台湾人，你唔免提伊中华民国身份证，你都唔是中国人嘛。啊，所以你都唔是中国人，敢唔是？啊，你听有无？哦，好可怕的你们反应呢！再讲一摆吼，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迄无公理呢？比如说我没有说你们呢，我是说中国人呢，那流亡在台湾，那中国人啦。啊，你拢家己哦，那个热脸你贴冷屁股啊，啊，我嘛是中国人，啊，就是。就简单呢，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你都不是中国人，你敢你跟人紧张，你紧张什么？所以你看报纸，你也要看。中华民国甲台湾一拆开，美国从无全世界嘛无讲从台湾到中华民国啊！啊，咱家己吼，你看遐少年啊，哇，棒球赞啊，中华队加油啊！中华民国旗啊，摕咧射啊，你笑呢？你若要射，真正要射，爱摕咱迄支台湾民政委旗才对。但是咱因为才3000个尔，即摆训练赛，你免烦恼啦。那台湾人啊，拢是西瓜派啦。咱啊，即阵以后吼，有足侪人，你个边个人甲你讲啦，我老早就知影，人迄林志颖讲，迄拢对嘞。你要相信无？我早就知道的啦，我只是不讲而已啦。绝对的啦，中国人是，唔，台湾人拢佚佗的啦，拢来佚佗的啦。真多真侪中国人，人较巧啊，开始也要来去受训。但中国人要受训，我们接受呢，因为伊要较早摕到迄个台湾身份证。咱个国民权利法有规定6年，当然咱后摆佫规定讲，你若来受训呢，我们让他提前，尤其佫摕到身份证诶，佫较紧。所以各位，台湾的地位。讲真亲嘛无真亲，但是讲欠嘛是真欠。你把握一个原则，两点关键：第一，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国际法规定的。所以占领国占国较久，你查到就知影，是美国来轰炸台湾啊！所以美国因为轰炸台湾，伊征服台湾，征服日本，所以美国对台湾有占领权，他有占领的权利。中华民国。在一般命令第一号里面去给美国授权来咱台湾占领，你但是你是代替中华代替美国来占领，你有一天要离开啊，因为当时咱离开1950年6月27日韩战爆发以后第二天，杜鲁门一讲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以后台湾问题才能解决，我已经跟美国说了太平洋地区已经和平解决了，因为在去年的10月29日，埃克法签了。埃克法签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解了，中华民国可以回去了，回去不跟台湾，因原来跟美国说我不能回去中国，因为我们在国共内战啊、你已经签了，埃克法签了，所以6月29日签了，6月30日，美国离开台湾36年，第7舰队的军队，隔天刚入来做营。
TVBS 有报一天，只报一天而已，马上给他拿掉。但是你给他找 TVBS 去年的6月30的那个新闻报道里面还有看到，礼拜的时候他马上去接管那个啥清泉岗。清泉岗里面现在都美军，美国的飞机每一天的晚上3点到4点直飞关岛。我那时候头前几期我在宣布的时候，很多人不爱相信，李秀莲不爱相信，李秀莲跟我们的蔡总理说，你也不去查看看，蔡总理也很老实，去查去查两次，他自己这也有说，他说怎么说，他说他去找，他去清泉岗嘛，去富清泉很快，一望无碍，都看不到，啊，在旁边有那个早餐店，正常那家伙啊，哎，又看到两个兵啊，在吃早餐，哎，就叫什么吃早餐，就给他对着，啊，一个兵啊，啊，去叫早餐的时候，伊两个人，迄个兵啊，甲讲，迄个是宪兵啊，伊讲，哎，啊，清泉岗内底吼，啊，有美军啊无？啊，两个宪兵甲讲，我唔知影呢，因为我的迄个所在吼，离开内底足远的啦，我们看不到啦。当地个问的时候，早餐店的老板听到，甲蔡局员、蔡总理讲：“你那边问美国，你来问我。”因为为什么问你？我每天早上早餐都我在送啊，早餐你在送。哦，用美国人哦，偌好个嘞，早餐啊要吃100块钱，三明治啊、牛奶啦、啊、蛋啦、啊，要100块啦。哎呦，有影有影有影啦！啊，内底飞机哦，足大只，吼、哦，迄种美国的飞机啦。伊讲，啊，你也知影美国的飞机？嗯，啊，中华民国的飞机我都知影。伊讲美国拢足大只。啊，你送几份啊？做迄个早餐，150份，150分啊。所以每一天的透早3点4点，伊因某甲查某囝拢爱出道走。伊去两届啊。安尼，咱总理有巧无？有无？有啦吼。其实美国吼，伫咱台湾 CIA 有2000名，军队即摆已经超过3000左右啊。伫清泉岗，伫咱新竹个乐山、嘉山，吼，花莲个嘉山，搁即个也做，新营个迄个军港，啊，嘉南个山顶。咱这台湾有3个 J 型的迄个雷达，第四粒哦，本来我要装伫台湾啦，迄是全世界上界先进的，等于马上叫动算了，因惊着，全去啊装伫菲律宾。这种是美国跟我讲的，想来美国跟我讲，因为2006年10月20日过美国以后才半年啊，美国主动4个单位拢跟我联络。啊，当然袂当讲加我一个，我加我一个联络吼，啊，我讲你嘛不一定爱听嘞。安怎讲？啊，敢若你听你一个人，敢若蔡明华，咱的副主席，伫美国，咱的苏呢，无概念咯。啊，过来，咱即摆大赛馆的大赛，林德兴，讲到林德兴，我跟你讲，恁会欢喜死。美国的有关单位，国务院啊，国会啊。称呼林德兴什么名啊？台湾 Ambassador， 台湾大使。金辅通，够人叫伊台湾大使？无呢。吴钊燮够人叫伊台湾大使？无呢。够人叫咱台湾大使？你无拍手唔对呢。恁捌听到台湾大使吗？你们有听过吗？没有呢。啊！你人生头一摆听到，安尼免欢喜甲要害。我咧听到，我拢戆去呢，我蛮戆去呢。我哈，叫你台湾大使，啊、不得了呢。所以讲伊，4月25号，那边伫美国华盛顿 DC 办一个大型的记者会，要甲全世界拢甲请来，要来甲伊讲，互全世界拢知影。台湾民政府。讲几波，台湾民主为谁出来？知影举手。
这个台湾民政府是怎么跑出来的？两个、三个，啊，无恁恁拢恁来是创啥哈？啊，我都人讲叫我来听，爱当做官，我就来啊，是不是安尼？唔是啦，对不对？你唔敢讲咧，佫死鬼牌啊，对吗？台湾民政府会当讲叫做台湾共和国无 ？No。台湾国 ，no。台湾临时政府 ，no。拢总袂使哩，干那会当叫台湾民政府？为什么？因为国际法内底战争法有规定，从占领地区的老百姓可以自动、主动成立 civil government， 就是 civil 啥民事、民间啦、啊，民间的就叫 civil government。虽然自从2006年十月二日搞落去，但2000你卖掂啦，我惊你，我家己要下课，你来甲我掂。哎、欸，我很讨厌吼，我咧讲一半，甲我掂一下，很讨厌。我要讲偌久，记在我的意思，我未切短时间，你们烦恼，绝对给恁支回票去，安尼好唔好？收起来，收起来。阿伯吼，咱这个酒店吼。足假个，时间到啊，点，还未下课，过几分钟搁点点，影响我的情绪。系啦，我他讲啊对。啊，好了，我知啦。战争法有规定，去用占领地区的老百姓，爱家己成立 civil government，civil government 是民事政府。所以咱是2006年十月是过落去。啊，2007年判决，2008年，到迄个2008年的迄个时阵，我就已经知咱赢定了。迄个时阵，阮较紧的招七个组织，成立台湾民政府伫台北开台湾民政府成立大会，迄、那个图才应该有。啊，成立的时阵向194个国家 announce， 啊，日本政府外务省哦，马上甲咱回电，称呼我们台湾民政府。因为那是2008年2月1日成立的，像那我提早去说啊，因为我足惊吼，那判决了吼，台湾一寡吼，唔知影代志吼，他境外代志去成立台湾民政府啊，因为台湾政府，台湾干了几年年呢？为了避免这一些不念书的，给你成立台湾民政府，我们自己先成立。迄、那个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啊，那翻译的时候啊，咱上来翻译台湾平民政府。但是美国落尾啊，美国甲咱讲，美国讲，我若入来台湾，伫迄个内湖的时阵，会叫做美军市政府。啊，军事政府吼、哦，迄四个提条，安尼较减一字嘛，所以美军政府。所以讲，哎，你配合一下，所以咱叫做台湾民政府，迄、那个平民的平个提条，是安尼来成立这个台湾民政府。按、啊、照今年的1月2日，美国的正式甲咱通知。哦，你们成立的时间也够久了，你们很努力，所以人家转播弄你赶紧看，因为你们可以把那个 CIBO 那个字拿掉，变成台湾政府。啊，台湾民政府，咱在2010年7月7日举办酒会，咱就马上向那两座美国政府申请，就台湾平民政府基金会就被批准，而且有文件，安尼来了，各位，所以。有人讲，啊，你白纸黑字摕出来给我看，我本来拢不爱摕啦，我放伊落地啊。后伊佫讲，啊，讲到差不多，哎、欸，我是种，我算真厉害呢，忍耐三年呢，风母浴三年呢，母乳的三年以后我摕出来，我拢不爱讲，唔要紧啊，啊，不就不爱讲啊。但是即马过来啊，你过负面给我看嘛，我白纸黑字给你看嘛，哎、欸，那个给他看一看啊，白纸黑字啊，咱的网络内底有啊。各位，来白纸黑字 certificate 有无 ？TCD Foundation Inc. 我老早就知影讲吼，迄阵我贪图啥？好简单啊，写 TCD 对吧？我就知影讲吼，即摆是讲看到这张吼，人讲嘿泰 T 唔是台湾啦，叫做泰啦，泰国啦。我啊、哦，马上啊，美国讲赶快，我们要改原名出来，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咱已经改好啊。各位。这不是假的呢，
白纸黑字呢。美国敢有法度敢成立两个台湾民政府基金会？你没有台湾政府就不会没有有台湾台湾民政府基金会就一定有台湾民政府嘛？敢不是？遐哦，遐他干嘛？对什么物件？啊，总理讲的对物件。我讲讲实在呢，白纸黑字啊，这不是白纸黑字，不是什么物件。各位，我讲一讲较粗鲁的，咱拢莫拍拼，一天一个来就好啊，到厝下困。台湾政府接受政权啦，我跟你讲，一定会接到政权啦，没有第二个嘛，干不是？是美国跟咱讲，你要接可以，啊，你有人好接无？美国人跟你讲好来，行李，咱敢接无？敢会举手？你若敢，我给你做总理，我甲总理讲，给你去做，我跟你讲哦。举手，你甲举我看卖啊！你都无人嘛，讲你唔通讲接着政权哦，甲美国谈判，这里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是啊，对不对？接着政权哦，唔是咱所讲的遐尼简单的，所以美国人因做在一步一步来，咱就是要授份，要让咱大家拢知影有迄基本的观念。啊，恁来嘛是安尼嘛？对不对？所以恁来这受训真艰苦呢。尤其明天啊，早时七点半轰炸到暗时十点、十一点呢。啊，阴暗，搁头一天搁换眠床，吼，你也困未起。我甲你讲，我说，但是我甲你讲哦，今日你要受训以前，恁的面啊，我甲你看看，甲三天后看恁的面啊，拢无共款啦。因为恁这个还未受过训的时阵，恁的心内拢哈忧愁的、烦恼的。中国不知道对一天要来，但你受过训以后，你对台湾的政策足清楚以后啊，你就未惊吓，你的心胸就打开了。迄当阵哦，我跟你讲哦，你的生活，你也感觉讲哦，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我是讲真的哦，啊哦，我是未记跟恁讲哦，恁来啊，恁有去相嘛？恁个相片哦，你个头咧，三天以后的相片哦，啊，甲你给翕的相片，你甲核对看卖啊。你的心都开起来，因为你不怕吓，你知道了台湾的情况。台湾战争失败，战争失败为什么有光复节？战争失败哪有光复节？所以10月25号迄天叫什么名字？台湾光复节，笑的啊！你战争失败，你若光复，啊不，迄天叫什么名字？那边叫啥？啊？行宪？你给我笑！哦，沦陷，沦陷嘛唔对。迄间叫做听好啊，交战国占领日开始，两边的战争，投降典礼没有代表任何意义，但在战争法里面的意义代表交战国两个去修台国家的占领日开始，交战国占领开始。啊，什么时阵？叫做中战，中战是什么时阵？中战是什么时阵？各位，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那一天才叫做中战。所以今晚哦，你报纸拢乌白写，民进党乌白讲，台拢乌白讲啊。你投降迄一天，10月20号，随时有可能再度发生战争呢。那不是叫做中战呢、啊，叫做交战国占领日开始啊。4月28号，1952年4月，就将和平条约生效，开始的占领叫啥？叫做友善期的占领日啊，变成友善。所以到今日为止，美国还在占领。啊，你讲，啊要占偌久？要占偌久？1853年，美国有一个法，嘿，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这 Cross 对 Harrison 的判决，他说和平条约生效不表示停止占领啊，如果要停止占领都要经过美国的参议会通过相关法律，或者由总统宣布。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参议院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宣布说停止对台湾占领，所以今天还在军事占领。判决美国内底，咱告美国的时阵，5点的判决的第5点，就是讲他们承认
今天台湾仍然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哦，第一点是台湾人无国籍，第二点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第三点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联合政治的内容，你伫选举啊，你搁你继续伫延续中华民国生命啊。第四点就是讲承认美国军事政府要给你占领台湾。第五点讲要求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咱这个原告。啊，即摆协助就是我开始甲你讲啊，中华民国军队一直取消，要走啊。这五点是咱的四月七七，八月七五，2009年的8月6号，美国国安上诉到最高法院嘛。啊，最高法院8月6号，美国国院宣布注意哦，已宣布下，已宣布公，我们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就是不爱搁辩论啦，原告讲拢总丢啦。所以在十月七五，美国的法院讲 deny。Deny 不是 dismiss， 也不是 reject 哦。Deny 意思说对不起，时机未到，等待选举，哎，等待裁判。美国的最高法院里面，每年超过1000件，它的经超过150件出来审判。我看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被选到啊，我们什么时候会被选到？如果有4000名训练就好啊，41万人申请身份证，我明天后日会到时再跟您说为什么是4000名，为什么是41万的身份证，的原因在哪。一切都按照间接法去处理啊。所以呢，当然了，各位你这样向阳来我听这么多，没一定我都销售了啊。所以拜托你各位一点，我不是在卖车，你用工商时间你来去买一本新台湾论啊，新台湾论啊，你现在算真好运啊，那平装本都卖了了，你若要买爱买精装本的啊，精装本较好嘛，唔较贵无唔对啦，但是较袂歹啊。你啊，安尼，你唔通买等于吼，囥喺厝诶爱防看咧。哦，我读足侪册，爱去读，我袂肯真正爱读。我后摆啊，过去拜托我甲你问，啊，你有读无？啊，读一摆举手，读两摆举手，你是讲拢无举手诶吼？安尼你袂使，佫等于佫后摆再来，爱读啦，安尼好冇？再试一下咧。好冇，无讲的会巴肚疼，我跟你讲，下课。啊，过来一个那个掌声个，真精彩哦！哦，立正，站立，好，老卡。